了一个用不到的人，不认识的，你谁呀？我是你要钱啊，你怎么记得我了？真的没想到他。那我需要做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要钱，对，严浩钱。大家好，我是严浩钱。是一句玩笑话，怎么可能不认识那个人？活生生的摆在那儿。其实说实话，他跟我之前关系是挺好的。严浩翔，严浩翔，还是严浩翔啦。咱们德国慕尼黑。德国，慕尼黑去看拜仁的比赛。德国慕尼黑。蝴蝶风筝飞得很远，随着天空消失不见。曾经听过的语言都被岁月遗弃。和你遥望过的月光都没有变。夏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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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弃每一天。我求求你了，严浩翔，跟我说呗。纯真的容颜都随季节而蜕变，你牵我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眼前，在放弃之前就回头看一眼，就像你陪在我身边。在的话其实还是那关系还不错吧。一起越走越远，纯真的容颜都随季节而蜕变，你牵我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眼前，在放弃之前就回头看一眼，就像你陪在我身边。别再有了，你也找了。